全台仅纯甜甜一字头，基隆人买房得蓝瘦长香菇。这一两个月来，北台湾雨下到让人厌世。不过再怎么厌世，都没有家住基隆香菇屋的余太太厌世。基隆人踹共板上谈到购屋负担，有人提到通勤很累，基隆没建设，工人全往外地跑，没有人要待在基隆。哔哔哔，肃静。嫁到基隆的余太太有话要说。3年前，她跟丈夫在基隆安乐区购置30年社区大楼，三房每坪来到13万，总价600万元有找，月缴1.6万贷款。平心而论，基隆房价跟台北比真的不贵，但她得要忍受因为太潮湿多雨而不断从墙壁冒出的香菇。之前婆家浴室潮湿长香菇的时候，好像一个月有长到2次耶。根据统计，12月上半月基隆的平均日照也才4.6小时，还有一天要浪费3小时通勤到台北上班，真的是用时间换空间。但基隆真的是北台湾购物负担压力最轻的，一字头就拥有。基隆的区域建设哦，相较台双北来说是相对是比较不足的哦，那整体建设力度上面也较不够哦，那像是塞车啊、潮湿这些问题哦，都会比较容易去引起一般民众他在讨论上面的利空的状况哦。那基隆房价长期以来波动性也不大哦，它可能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上涨哦。内政部资料显示，从所得比来看，基隆市房价为5.73倍，低于北市14.39倍，更低于全国平均值8.66倍。而房贷部分，基隆负担仅22.94%，还低于全国平均值的34.64%。对于首购民众来说，不见得是不好的哦，因为他可能在双北市的住宅产品上面比较买不下手，就可以选择像是基隆嘛。那还是建议选择在车站周边哦，他可能在生活跟交通机能上比较会有健全。如果真的收入不多的首购族入住基隆，就可要多忍忍气候和交通这些不便了。你没看错，一整排透天处竟然夹着一棵巨树，即便在两栋透天处缝隙中，也不影响它生长，还越长越高，超过2边4层楼高的透天处。记者实地走访位于彰化二水乡源泉村这棵巨大土芒果树，直径3公尺，高20公尺，约6层楼高，非常惊人。两名成年人双手环抱都抱不到。传说的啦，林先生曾经在那棵树下教大家做我们龙仔糕，才把那个浊水溪的水引到这条八宝镇来。那时候就有那棵树了，你到现在八宝镇已经300岁了。这棵芒果树会夹缝中长这么大，原来土地是邻近5户别墅共同持分的土地。当年新建透天时，大家刻意保留不管它，盖房子也没砍掉，就越来越大。咖喱花的呢？不知道哪来的、哦。假的，长寿嘞！这300岁的老芒果树也是当地居民的共同回忆。50年前哦，包人500，人挽几啊拖拉机去搬林尾哦，挽5、6抓一大拖拉机，真赚钱。很多阿公阿嬷他们守的时候就摘下来做芒果青。咦，这树干怎么会是空心的？有一说是病虫蛀掉，也有人说是车撞到导致树干镂空。但神奇的是，这棵空心土芒果树，疑是老阿昼的年纪还很会生。今年看开的那个花比去年还多，今年想必今年那个果实一定会很多，再一个月大概就芒果就出来了。下次有机会到二水游玩，不妨来看看这棵老长芒果树，幸运的话还能吃到芒果。木板隔间睡阳台，台北居住奇观。到台北居大不易，因此出现许多离谱罕见现象。先来看看最扯的阳台房，阳台隔成雅房，加装冷气，一个月租金5000，一度电费还要6元。2017年时，苹果在591租屋网发现，北市基门街一名屋主竟将阳台隔成2坪大的雅房出租。物件虽然有共用的客厅、共用的厨房、共用的厕所，但最狂的是，大门进来之后又再加了一道门，隔成这间2坪大小的雅房，被网友骂翻。还有另一间木板隔成的棺材房，高度大概200米，所以这个是，你看一下，就这样，它直木躺平的，
只有200多公里。重点是房东还说，其实那个房子太贵了啊，那个能够这样子租给人家，已经是很大的慈悲了。撇开离奇租屋个案不谈，现代蜗居在进化，不是套房，也不是雅房，而是以床为单位，跟室友共2到4人共享一间雅房。每床9000到15000，看似也不便宜，却可共享客厅、厨房等公共空间，费用含水电、瓦斯、网络管理费、日常备品，让你下班后不孤单，享有社交生活。不管拢居、倚居、床居，都显示双北房价实在贵翻天。老屋外墙狂降瓷砖雨，传统膜剩台湾还在用。全台30年以上的老屋超过400万户，瓷砖剥落事件也越来越多，5年来破5000件，究竟该怎么预防呢？不贴瓷砖就对了。只有台湾用这种我们讲的那个蜡砂膜，其他全世界各国，包括东南亚国家，大家都是往系统化模板在走。两者差在哪？苹果新闻网告诉你。传统贴瓷砖共4项结构，瓷砖表面凸出来还要磨平，缝隙用水泥填补，若施工不扎实还是会产生气泡，粘合剂的材料及湿度也会影响粘着度。从一开始你的这个结构体的部分，你的钢筋就不能靠到外面去，好容易瓷砖大眼那个造成那个钢筋生锈，那当然爆裂的时候瓷砖就会掉落。粉刷层跟那个结构体，你看它之间也会脱落，瓷砖跟粉刷层也在脱落。发生地震的时候问题就来了，扭转受力之后它会有点裂，那裂之后它后面的这些问题都会发生。系统膜就是不用贴瓷砖，模板做的平整，省去粉刷层，像安藤忠雄的作品《亚洲大学》就是一个例子，不仅省掉瓷砖粉刷费用，加上台湾处地震带，紧密度高，能避免瓷砖剥落的风险。不过系统膜还有分所谓的一级清水混凝土，也就是它的表面要直之外呢，它的那个颜色有没有都要很漂亮。什么叫二级的清水混凝土？所以说我只要求它的平整度跟那个混凝土胶质的密实度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去看混凝土的色泽。当然价格上也会有落差，专家指出系统膜费用虽然高，还是比老屋拉皮省2倍。老婆爱秋星期中华秋阿楚本色青阿金老情，真正是奇迹，这间厝提本色来的竟然生一张大青啊，像我变数起来，阁袂去弄着。一摆一摆，看拄啊好，拄啊好安尼。啊，我坐点来翕相，为了看讲，你这样你敢袂用哩？讲对啊，拄好，刚好啦。树口甲一个大人爬看，而且变数伫2楼，阁毋是伫1楼哦。这间特殊的树啊厝，就伫彰化市中华西路路桥边啊。因为规间厝和大树啊包围，伫当地相当有名。对厝体正面看，老青的树根就对中央透天的涂骹长出来，到2楼阁撑出去，开起伞遐阁会当掠阴。啊，伊这树啊安尼活久啊？超过40天哦。我脚啊脚啊被它打进去，还是几个草啊树啊很粗大。安尼危险无？不会啦，不会危险啦，不会危险啦。对啊，你看。厝主是爱树啊生气的许老先生，去年94岁死鬼，70几当前许先生要地起厝，因为唔敢甲原地鸟青啊喷掉，规去沿这个树形来起厝，让树身对1楼顶啊卡的条啊，撑起你2楼的便所，佮种出你厝外口向上生长，树口佮对厝外口西顶啊厝内底佮撑出外口，而且有只树啊佮植物立阴立风，唔免开冷气就正凉爽。40几当的老青啊条，种过便所比马桶。个较大，个就过新闻嘞。迄报纸看啊，你迄足水，有诶，迄落油轮车规台来嘛来咧看。阿公会有痰？会啦，啊，这痣嘿。阿公在生时阵就真爱植物，厝尾顶有种可可啊，甲椰子树。气压花个对厝尾顶旋落到1楼的墙啊面，加上大树枝诶，只叶啊是白皱皱。文先生咯，踮咧路桥上面，啊，也是伊德国砖墙吼。啊，到迄个多砖墙，啊，拢踮咧路桥上面哦，安尼甲泼安尼，啊，出来吼，啊，伊自己家己
算我家己整理，啊，家己爱欣赏啊。啊，当讲迄形体足水的，亲像伊个海角仔头啊。早上来起啊吼，伊就拢伫咧欣赏这场景啊。甲阿公行透尾，阿妈阿公虽然先行一步，但是看来这青啊甲青啊花，就是伊思念阿公上好的方式。卡达卡斯拉奥米鲁尼斯克，我是雷拉雷。